然后今天非常的靓丽可爱，来中间再给媒体朋友拍个照。来左边，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看瑶瑶，瑶瑶在我们现场，我们非常欢迎邀请到瑶瑶来我们现场 James 的门市。对，其实前一阵都在欧洲出外景，然后去了蛮多的地方。难怪你看起来又漂亮又多了另一种风情味道。谢谢。那我想请问瑶瑶，你平常有戴眼镜或你有近视吗？有哎，我有戴眼镜的习惯，因为我近视其实蛮深的，我有大概400度的近视。哦，不浅哦。对，所以我通常上飞机的时候会戴，长程啦。对，像你这次去欧洲应该也是。对，就会戴在飞机上，因为长程你不可能戴隐形眼镜，而且飞机上很干，对，然后再加上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就脱隐形眼镜，哦，这习惯很好哎，因为其实隐形眼镜对眼睛还是比较有一定的伤害程度，没错，而且戴久的话啦，对，因为我前阵子有看到一则报道，因为一个也很年轻，28岁男性，因为他长期戴隐形眼镜导致失明的案件都有，对，所以瑶瑶工作完把眼镜马上换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再加上因为晚上我散光很严重，所以晚上几乎是一个呈现夜盲症的状态，看不见，所以我一定要戴眼镜，因为我的隐形眼镜没有散光，哦，对，所以我都会有戴眼镜的习惯。那瑶瑶请问你挑选眼镜，因为你有戴眼镜的习惯，平常都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挑选你喜欢的眼镜呢？好看为主，重点是外框啦，因为眼镜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造型，然后我个人其实蛮偏爱手工类的眼镜哦，就是手工做的，我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啦。大家都喜欢跟别人不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配布，因为像我今天眼镜上就是这一副，是它其实有小脸的效果。哦，你脸已经很小，戴这上去看起来更小哎。对，因为我其实很怕细框眼镜，我只喜欢粗框。嗯。但是我戴上去的时候，因为那天活动我们彩排的时候戴上去，我想说，哎，奇怪，这个看起来也不会显大，我有点惊讶，细框不显脸大。他有偷偷加了角度，就是他们的那个最高商业机密。哦，真的？你是说他的镜框设计有因为角度的关系用黄金显小吗？对，这女生有没有听到？眼镜框可以让脸显小，这多重要啊！嗯，而且因为现在如果戴粗框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为了让脸变小。对，而且它是小的框，然后又是细框，但是它会显脸小，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。真的，连瑶瑶脸这么小还能再显小，我觉得这是女生听到的一大福祉，这很重要。那瑶瑶，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今天戴这个 Front Switch 的眼镜有什么感觉吗？感觉哦，对，我觉得它非常轻。然后重点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哦。等等，眼镜轻真的很重要。对，因为眼镜一旦重，你的耳后会很不舒服。对，尤其如果我们现场有很多工程师，或你长期需要在电脑前面搭配眼镜的时候，你只要一重的话，你的耳根会非常的痛。哎，虽然今天在场很多男生，但这一款真的，我觉得它有很多女生超心动的优点，因为除了我觉得它轻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就是专为那种像我这种鼻梁不高的人。哦，这好重要哦！因为在我们家瑶瑶是真材实料，她没有打出什么，她没有打什么内涵物，所以亚洲人确实都会有这样的困扰。我戴眼镜真的有一个困扰，就是没有那种鼻托，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戴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有了鼻托，可是因为其实你知道，有的时候啊，虽然这个就是它不会不容易掉之外，对，然后女生睫毛长的话，哦，会很容易弄到镜片，一直会吐那个镜片，对不对？完全不，我今天睫毛超长，但我完全不会吐到镜片，非常的自然，对，就是一戴妆都 OK。没错，因为现在眼镜已经是变成一个造型了，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你近视，对，是因为你就是想要增添一些你知道气质。所以把眼镜戴上，看瑶瑶今天多么的有气质，而且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哦，真的吗？
对，那还有什么功能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？功能方面，这个用讲的有一点难说，我觉得它用变的。这么卖关子？对，你没有看过瑶瑶变魔术吗？他会吗？真的是头一次，我今天很紧张，我觉得我会捏一把冷汗，但是我还是蛮期待的，因为跟瑶瑶合作过的所有艺人都说瑶瑶是一个非常聪明，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会聪明到为我们带来什么表演呢？好，让我们先